好，我们大家申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好，看课本128页，前面讲到啊，那么龙树啊，那么评判啊，部派里面的佛陀观。那我们知道啊，部派对三宝佛法身的一个看法，那么跟大圣。啊，对佛法身的一个看法啊，初期大圣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们知道这个佛陀观来讲啊，部派比较倾向于这个佛陀是人间的啊，那么大圣的倾向就比较倾向于理想的佛陀观啊。那比如说这个后来啊，大众部啊的这个安达罗部派里面啊，就属于大众部末期的啊，那么就认为啊，佛是完美的啊，他即使他的大编也不会是错的啊。那么这个是渐渐倾向于就是理想的佛陀观。那部派的佛陀观是比较实际的，就是以人间的佛陀为主。那法的话啊，那么部派的法就比较倾向于哲学化、义理化了。那大圣的法反而是比较人间的，就是用一般人容易接受的、听得懂的。那么部派的法反而是深奥化啊，那么玄学化、哲理化，比较偏向这样，一般人可能就是比较听不懂。那么可以说对佛来看啊，那么部派的佛陀观是人间的佛陀，都跟人一样啊。那但是法的话，它就比较非常的深奥，很多繁密的名相啊，就一般人是不容易懂的。但是佛就是人间的佛陀。那么大圣的佛陀是有一点，他人间只是视线的，人间只是视线的，他是理想的，他是圆满的，他跟人不一样，他是本来就非常好的啊。那甚至来这个世间只是视线的，但是大圣里面讲的法啊，反而是比较能够摄受人间的啊，人间的人比较听得懂的啊，那么比较适应这个人间的，所以有一点点不太一样。那初期大圣龙树，他就是总结那个时代大圣佛教的思想啊，来对声闻佛教、部派佛教的这一些佛陀观啊，或是法义，那么进行啊，那么他的一个评判。啊，即是这样。好，那这里说到这个佛的寿命啊，佛的寿命，那一般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就是10岁到84000岁，那没有超过的啊。但是这里就讲到啊，那他方世界都有佛，佛的寿命甚至啊，像有无量寿的啊，有超过720阿僧祇劫的啊。像卷26里面讲啊，他说佛于首楞严经中。啊，这个在庄严世界啊，就《首楞严经》中说佛于庄严世界啊，受700阿僧祇劫。那前面我们也说到啊，那《首楞严经》里面说登明王佛的世界是700阿僧祇劫，但是卷79又讲释迦佛在这个国土寿命百年，啊，在庄严佛国寿命700阿僧祇劫，啊，那么但是如果我们对照这个卷26的，那可能是登明王佛。但是也有可能就是释迦佛，因为大圣有时候讲啊，他方的什么佛，其实就是释迦佛啊，也有是这样的。那因为他有讲到佛有所谓的随意寿命
他只是随顺世间，随顺世间当时人的寿命，多少岁就多少岁，所以他并不是有一定的，就是说佛有多少岁完全是视，当时的众生的寿命而定，那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甚至有无量寿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怎么可能过八万岁？那么佛就没有了，佛就是在十寿到八万十岁到八万四千岁当中呢，怎么可能会这样呢？是在讲这个道理。因为布派的佛陀观就是人寿十岁到八万四千岁，又从八万四千岁减到十岁，那这样的一种就是劫的概念，就是人寿十岁到八万四千岁，又从八万四岁减到十岁这种概念，我们不晓得它真正的出处在哪里。那么这个是佛说的嘛？就是这释迦佛说的嘛？那么我们也不能确定了但是就是说，印度有很多传统的概念，佛教后来的佛教是把它吸收过来了。比如说世界观那么依着须弥山那有四大洲那这个像《长阿含世纪经》里面说的就是佛教的创世纪，它这一些很多概念其实。都是原来有一些是原来印度的思想比如说有地水火风四大种那这个不是佛陀发明的，这个是原来印度传统佛教的思想，它就这样那所以佛法里面有很多关于世界的形成或是那世界的各种状态，那么有一些当然是这个原来他们的传统文化那么有一些可能是佛弟子那么在禅定中他可能看见的，那有一些是后来的佛弟子在从这个基础上在扩编的那后来就像也许跟他的禅定也有关系他所理解到的佛教也有关系就像华严经讲的重重无尽的世界那这些我们稍微要知道。好，那现在看那么因为龙树就说怎么可能佛只在人寿一百岁到八万四千岁这中间出世呢我们说他就是如果从现在来讲那么他就是四个时期而已嘛，第一节到第八节没有佛嘛，第九节有四尊佛嘛，释迦是第四尊嘛那么第十节有一尊佛嘛叫做弥勒佛嘛弥勒佛就是一增一减，增到八万四千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成佛就是一半的时候，那么八万四千岁减到十岁的时候那么就没有了然后一直到十四节、十一、十二、十三、十四都没有佛，到第十五节有994尊佛出现然后到第十六到第十九节又没有佛了，第二十节又一尊叫做罗智佛所以整个来看基本上二十个小节里面就四次有佛出现，四次而已，那么这四次有994尊都在第十五节，那还有一个观念就是说为什么是谁规定的，为什么就只是一千尊，刚好一千尊那么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来看其实也不合理了，因为因缘成熟他就成佛，因缘不成熟就不成佛，那么哪有规定说刚好一大劫里面就只能一千尊，超过一千尊就要到他方世界成佛了，那这个观念也很奇怪所以这个一千尊也有可能不是真正的数量那所以这种因为很多东西就是因缘，你说一个世界没有两尊佛，那其实是可以说得过去的。为什么？因为有两尊佛，它就会形成对立。那佛跟佛不会对立，但众生跟众生会对立。你要讲什么？讲这个阿罗汉就好。舍利弗，目犍连的弟子跟阿难的弟子，阿难是正这个出国而已。但是不过舍利弗的弟子跟目犍连比较不会，但如果是迦叶的弟子跟这个
这个目犍连或舍利弗弟子可能就会。那像都是圣弟子，但是弟子跟弟子之间不是圣人啊，他不是圣人，所以他会有这个对他师父以及对他师父的法有执取，那么就会形成对抗。那么如果是一尊佛，比较没有这种问题啊。那两尊佛同在一个地方的话，他可能啊众生跟众生之间会各有其主，那就会形成反而形成不利。那么这个想起来还比较有道理。那但是如果你说一大劫里面就只能一千尊佛，而且就一千尊佛，也不会少于一千尊佛，也不会多于一千尊佛，那这样的概念是很奇怪的概念啊。但是我们说后来当然有很多东西它数字都是一个圆满的数字啊，五百啊，一千啊，八百啊，那你乃至于到了华严经，不管什么东西都是要死圆满嘛，不管你什么东西什么法什么人什么都要做到死啊。那么这个它就是一个概念，一个这样的概念。好，那我们来看啊，那开始啊，它因为它上面那样讲啊，就是对于部派里面，那么人寿100岁到84000岁当中才有，100岁以下没有啊，80000岁以上没有啊。那么这个概念提出批判啊，说不可能啊，因为大圣经典里面哪一本经哪一本经哪一本经，那个佛的寿命多长多长多长啊，那、就非常的多种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同本意义的话，那寿命翻的也不一样啊，翻的也不太一样啊。所以这个但是从大圣经典里面都是超过的，都是有时候用劫啊。你看这个720劫那个是多长啊，还有无量寿的啊。那如果阿僧祇是一个数尺的话，它是十大数里面的第一个嘛啊，那后面就是无量无数无边这些啊，就更多了。好，那他说《摩诃严经》中有此事，我法中无十方佛。他说那是你们说的啊，我们传承下来的经典根本就没有这样说啊。那我们传承下来的经典只有过去的释迦牟尼佛、居承若等100佛啊。那释迦牟尼佛已经过去了，第一尊佛嘛，那可能最前面的第100尊是居承若。居承若这一尊佛，我们在因为翻译的可能不太一样啊。那么居承若佛在所有的经论里面都没有找到这尊佛啊。如果你是检索这个大藏经的话，就是不管是大小圣经论人都没有看到这尊佛。但是有一个类似的，就是乔承若佛啊，类似像乔承汝啊，乔承若佛啊，像卷十二里面有讲到乔承若佛。那么可能是不是就是这一尊啊？但是过去的佛名字其实也很难讲啊。我们比较能确认的就是过去七佛嘛，啊，毗婆斯、斯契、毗舍浮、居留孙啊、迦摄啊、释迦稳啊。那么这个大概就是，那在前面的基本上就啊，到底前面是哪一些佛，基本上就有很多种说法。好，那么有各式各样的佛啊。好，他说只有过去释迦牟尼、居承若等100佛啊。那这个不晓得是因为100佛的概念，那么一般来讲就7佛，7佛在前面，有时候后来就53佛、35佛啊，就有很多了，就各式各样的佛。那但是一般也没有讲到100佛了啊。那因为龙树大智度论大概就是总结那个初期大圣的，所以在初期大圣的时候，那个部派已经是发展到后面了。就是初期龙树在的时代，部派还很兴盛，部派还很兴盛啊。那所以这个当时的部派的一些观念啊，那么可能跟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部派的观念，也就是不完全，因为我们现在留下来的部派。就是其他的部派很少看到嘛，大部分都是看到受一切有部的而已。其他的部派因为留下来的资料不多啊，那受一切有部他就是出书写的最多，人才最多，然后经部也稍微知道
那么有一些都是在其他的部派或是所说的或大圣里面说的，或是其他部派批评他们，我们才知道哦，有哪些部派在说什么啊。所以像义部中论这一种啊，那么十八部啊，那么各个部派讲什么讲什么，只能大略知道而已啊，因为他们相关的书比较少。好啊，那所以他说这个你说的那么多佛啊，那包括你说《舍楞严经》里面说的啊，那么《文殊师利佛土严净经》说的啊，这个佛也无量寿啊，他是无量寿啊。那么这个，所以你们说的那一些，我们不承认啊，就是过去从释迦牟尼佛开始算啊，到居承乐佛啊，一百佛。那么释迦牟尼佛之后，从弥勒佛开始算啊，未来有五百佛啊，那这个已经很多了啊。一般的部派没有讲到这么多啊，所以我们说这个部派就是比较后面的了啊。好，我们再往底下看啊，129页。那么龙树怎么回答呢？他说啊，摩诃言论中种种因缘说三世十方佛啊，何以故？十方世界有老病死。淫怒痴，淫怒痴是早期的方法啊，基本上就是贪嗔痴啊，那有时候就翻淫怒痴。那早期因为翻译的不太，就是人不一样，中文程度也不一样啊。比如说色，我们最常见很熟悉的，比如说五蕴色受想行识啊，早期就翻色痛想啊，那个受就翻成痛啊，但是受也有苦受，也有肉受啊，但是痛就变成比较苦受啊。那么色痛想行识啊，比如说苦集灭道啊，早期基本上是翻苦习灭道啊，学习的习，但这也很多了。那甚至有一些我们根本就现在来看觉得这怎么这么翻啊，比如说陆柳，出国叫陆柳，那早期翻沟港啊，因为水沟那个港口那个是水流入的地方啊，就变成陆柳啊。所以但是沟港听起来又很奇怪啊，但是它起就是那陆柳，陆肾柳啊，陆肾柳啊，那你沟港也有陆柳的意思，但是就还要再经过一层。所以那个时候的翻译其实到底要怎么翻，那个完全是由印度来的人决定的。那么当然后来就开始有一些中国人经过啊，把它翻成比较中国人比较听得懂的。那比如说以前的心事它就换作灵魂或者魂灵啊，那么都有这样子的。好，那这里是淫怒痴，那个淫怒痴跟贪嗔痴也差不多了啊，就没有差很大啊。等诸苦恼啊，就是十方世界都有老病死贪嗔痴的这一些烦恼啊，苦跟烦恼，老病死是苦，贪嗔痴是恼啊，所以这个有种种这一些苦恼。那烦恼里面总结就是贪嗔痴，那所有的苦都从生死来，所有的苦都从有生死来，生死中才有苦，没有生死就没有苦啊。甚至这个，所以没有生死，无生就入无余涅槃啊，就没有一切苦啊，气是这样。所以他这里从啊老病死跟贪嗔痴啊好，所以他说十方世界都有这一些痛苦跟烦恼。因为这样，以是故佛应出其国。为什么呢？因为佛会出现在那个地方，是因为那个地方有苦，有老病死的苦。那这个其实是《阿含经》里面很多次都说到的啊。那你看，我们看那个注解173，他说《杂阿含》卷28760经，其实非常多的经都讲到这个，就是说佛为什么出现在世间。好，这个我们稍微来说一下好了。那么这个后来有产生一些变化，乃至于说到最后啊，那么弘扬净土的，那么就说啊，就以善导大师为这个啊，以善导大师说，善导大师说的，其实这个应该也不是善导大师说的，就说佛出现在这个世间，就为了一件事，要说阿弥陀佛的18愿啊，释迦所以心出世，为说弥陀本愿海。后来就变成这样了啊。那好，我们慢慢来讲这件事啊。
先说佛，佛为什么出现在世间啊？那么杂含啊，它这里是指七六零经，我们就以七六零经来讲啊。那其实很多经都有讲啊，比如说杂含七六零经，杂含七六零。那么他说是有三法，不可爱，不可意，不可念，啊，他写不可喜，不可爱，不可念，但是一般的经典都写不可爱，不可意，不可念，啊，这很常见，啊，他是他这个翻译的问题，不可喜，不可爱，不可念，啊，那阿含经里面就是不同人翻的，他会有不同的方法。即使是同样人翻的，前面这样翻，后面也可能不同的方法，啊，如果你读阿含经，你就会知道啊。那么，所以就会有不同，单单都贪爱的层次，烦恼的层次以贪爱为主，啊，欲贪爱念可，啊，那么就有些次序不太一样啊。但是基本上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那么熟啊，那有时候前面这样翻，后面那样翻。啊，那像这种三法不可喜不可爱啊，一般讲不可爱不可意不可念啊，那这里是不可喜啊，不可爱不可念，不可喜不可爱不可念，是有三法啊。那他说为老病死啊，那么就是世间因为有老病死，所以佛出现在世间。那么为众生说法啊，这个是主要的啊，就是大部分都是这么讲啊，不可爱、不可意、不可念啊，为老病死。啊，主要是生跟死啊。那么其他的众生不一定有老有病，没有像生到非想非非想无色界的众生。只有生跟死，没有老跟病。那么如果是欲界天的话，他也没有病，他只有衰啊，他也不老，但是他的衰就是衰老啊，他也没有病，但是他就是有衰，不是像我们这样老啊，衰五衰，他只是啊，那么本来身体没有味道，后来身体有臭味啊，那本来这个花新鲜的，身上的花新鲜的，后来身上的花会枯萎。啊，反正就有几种，它没有以前那么殊胜，它就是衰，叫做五衰象限嘛。啊，那后来又有所谓的大五衰、小五衰，但是它也没有所谓的老跟病，但是衰有一点像老，但跟我们的老不一样。啊，那所以这个是从人来讲，那么如果严格来讲，啊，将他讲这个事是指我们这个世间，那么如果从众生来讲，主要的苦来自于生跟死。来自于生，有生必然有死啊！就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先把这个写完啊。就是有三法，不可喜，不可爱，不可念啊。那么为老病死，世间若无此三法，啊，世间若无此三法。无有如来应等正觉出于世间，啊，就是如来不出这个世间的，世间亦不知啊。一般来讲，就是如果没有世间没有老病死啊，佛就不会出现在世间。第一个，佛出现世间就是为解决老病死的啊。那么，如果从大圣的角度看，佛来这个世间就是为帮助众生出老病死的啊，基本上是这样。那如果从我们从部派或者佛，因为部派里面的佛是凡夫，那么他之所以会成佛。就是因为有老病死，所以他才去思考怎么样得解脱，啊，那解脱的概念在佛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印度就有了，就有沙门啊，趋向解脱的，啊，那
所以这个是就是大圣的说法，基本上就是说佛出现在这个世间是来帮助众生解决老病死的。那么部派的说法比较倾向佛之所以会成佛，就是因为有老病死，佛就是解决老病死的人啊，并且他有大悲心跟我们说帮助我们也解决老病死所以世间若无此三法无有如来应等正觉出于世间那么世间亦不知，那么佛如果不出现在这个世间，那么世间当然就不知道佛的法解脱的法其实佛法就是觉悟真理而不生死轮回的方法这是离苦的方法世间亦不知，有如来说，有如来说法教戒教授，教戒教授教戒比较属于律，教授比较属于法法是包含律的，就是正法律教戒教授然后他就讲那怎么样呢？八正道断此三法，有八正道断此三法。好，那个是杂含，就是佛为什么出现在这个世间那我们再来看又《法华经》的，就是佛为什么出现在这个世间，这个话题《法华经》的说法，这个是佛要让众生得解脱的，这个是佛出现在这个世间，不只是让众生得解脱，而是要让众生都成佛的，又提成的，因为大圣就是《法华经》，它就是唯一佛乘，唯一大乘。他不只是要让你得解脱，他是要让你成佛的，只有成佛才究竟法华经，法华经就是我们说的妙法莲华经那法华经他说法华经的方便品方便品，好，他说什么呢？他说诸佛世尊我们取他的主要的意思说了因为他写的蛮长的，我们就不写那么长诸佛世尊那么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此，如果在阿含经，一大事因缘故就是要出老病死要出老病死的苦，那老病死是由哪里来的？由贪嗔痴来的，那贪嗔痴是从哪里来的从无明来的就是我见我爱，贪嗔痴基本上是从我爱来，我爱是从就是贪爱就是怎么来的？从我见来那我见是无始以来带来的，那我见如果真要讲，我见是从哪里来的我见就是从不如理思维来那不如理思维又从哪里来？不如理思维就是从你在跟尘世面对境的时候起不如理思维就这样。那你怎么样才能断不如理思维呢？要先有正信，然后有正见，然后正思维。那正思维之后产生力量都跟智慧相应，那么就渐渐可以断不如理思维。那没有不如理思维，你只有正思维，那就会对你的正见巩固，正见巩固又产生正思维，那么就会动发你的身口，那么有贪嗔痴，有贪之有贪，有嗔之有嗔，这个就是正思维。那么有贪就离贪，有嗔就离嗔，这个就正思维。那怎么离呢？那个就是修行如所求，就是你怎么离呢你当然一开始控制调伏然后你有戒有定，有戒控制，有定调伏，有慧断除就这么离其实佛法是这么说的。但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
令众生啊，那哪一大师因缘呢？啊，他基本上就是欲令众生。那么闻佛之见啊，我们写在这里好啊，这一大事因缘啊，就写在这里，欲令众生闻佛之见。开佛之见啊，欲令众生开佛之见。啊，就是我们说的开示悟入佛之之见啊。那么欲示众生啊，佛之之见。就是啊，要让众生都成佛了。那这个，因为大圣佛跟阿罗汉虽然都解脱，但佛跟阿罗汉所知所见还是有一些差别啊。那欲令众生悟佛之见，欲令众生入佛之见，啊，他是写这样，啊，那基本上一般我们就说开示悟入，开佛之见，示佛之见，啊，那么悟佛之见，啊，开示悟入了。啊，入佛之见啊，那么的缘故，所以佛才出现在世间。好，啊，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啊，《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啊，它其实讲的也差不多啊，但是因为在《无量寿经》的架构下啊，所以大家就以为啊，就是为了说阿弥陀佛的十八愿来的啊。那他说《无量寿经》。他说：“如来以无尽大悲今哀三界，啊，就怜悯众生了啊，今哀三界。”所以初心一事，啊，所以出现在这个世界，啊，他是因为怜悯众生，啊，大悲，啊，怜悯三界的众生，啊，怜悯三界的众生，啊，所以初心，所以才出现在这个世界。大圣的佛都是他来是为了拯救众生，那么部派里面的佛就不是这样，部派的佛是。他之所以成佛，是因为他体会到世间有老病死的苦，那么他发现到所有的人都跟他一样，所以他必得要解决自己的老病死，然后才能告诉众生怎么样除老病死啊。他先要找出一条解脱之道来，然后他才去告诉众生怎么样得解脱啊。那么大圣的不是，大圣的基本上是佛本来就自在了。他来基本上是示现的，啊，他是这个世界有苦，所以我来这个世界，啊，示现跟大家讲怎么样离苦，啊，大概是不太一样，啊，就是他的一开始是不一样，所以部派会讲佛本来是凡夫，后来成佛，菩提树下成佛成为圣者，那么大圣不是，大圣啊，他是本来就是圣者。那么即使初级大圣佛是来这个世间成佛的，前面也是等觉菩萨，等觉菩萨
其实已经是法身无生法忍菩萨，他已经断尽一切烦恼了，他是以大悲愿来的啊，又不太一样。好，所以初心于世啊，那么观常道教啊，来告诉大家解脱之道。那其实初期大圣最初的大圣的菩提心，也不是让大家都成佛，是让大家都得解脱。最初的菩提心，不是要让大家都成佛，而是让大家都得解脱。像《金刚经》《般若经》里面，啊，什么叫做菩提心？啊，什么叫大悲心？啊，这菩提心是什么？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它就是三界众生啊，它就是这个世间的众生啊。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他也是让众生得度得解脱了啊，他也不是都是啊让众生都成佛啊，就是要来度众生的了啊，基本上是这样。好，那《法华经》当然讲到最究竟啊，当然就是都成佛了。那《无量寿经》啊，那么如来以无尽大悲尽哀三界，所以才出现在这个世间，观禅道教，告诉大家怎么得解脱。啊，怎么出生死轮回？啊，那么欲整群门，啊，他讲的是欲整群门，就是为了要度众生，啊，群门，群就是三界六道的众生，门就是无明烦恼的众生，啊，门就是没有开化、没有智慧啊，愚痴烦恼的众生啊。那么一般阿含经讲啊，愚痴无闻众生，就是说群门哈。啊，欲整群门，会以真实之力，那么让他们有真实的利益。真实的利益就是什么？解脱啊，会以真实之力。啊，其实讲起来也是一样的，能够得解脱了啊，能够出生死。所以《无量寿经》，它是你到阿弥陀佛那边，你就不再轮回。虽然还没有真正的断烦恼出生死，但是因为你在那边无量寿，你在那边一定会得无生法忍，所以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出生死，但也等同于出生死啊，类似像这样啊。但是当然这个是啊，这个当然是在大圣经典里面，后来讲净土法门里面就有各式各样的净土。那么怎么样帮助众生先到达一个地方？因为佛法本来就有次第。那么如果从阿含经来讲，那么很明显的第一个先说布施持戒之法，布施持戒升天，布施持戒升天也不究竟啊，但是虽然不究竟，但让众生不要造三恶道的业，堕三恶道，这个是第一要素。虽然不究竟，但总比啊你造恶业后来会堕三恶道还好。所以现在是告诉你啊，天上多好多好多殊胜啊，那天上我怎么去呢？要行，第一个你要不堕三恶道，第二个你要升天，或是做人幸福美满，五欲自在，那你必得要行十善。所以就告诉你布施持戒升天之法啊，那本来就有这一块，那你再来看净土法门，你把它合起来看你就知道了。那么那如你开始做了，你开始不造作恶业，然后布施持戒而行十善，然后再告诉你五欲是过患。因为你到天上是做什么？五欲自在啊，你到天上是五欲自在啊，啊，失一得一，失十得十啊，啊，基本上是五欲自在啊。那佛法是要让你从无欲自在到什么？到生死自在啊！当然，这中间要先人离生死，然后才菩萨有生死自在啊。那这个要先离五欲，离五恶啊。前面要先离五恶啊。我们这么说，你要得无欲自在，就是升天嘛啊啊。那升天就要行十善。那么你要升天，你必须没有障碍，最大的障碍就是什么？五恶，杀到一万九嘛，啊，所以一定要离五恶，离五恶啊，因为有五恶就有五痛五烧，
啊，所以你看《无量寿经》也是这么讲啊，啊，离五恶，先离五恶，离五恶就是什么？就是持戒，就是五戒嘛。那不堕三恶道，啊，先离五恶，不堕三恶道，那么这里就不堕三恶道。先离五恶，不堕恶道，啊，那么就必须要持五戒，啊，那么再进一步，再进一步，啊，那么因为人的基，因为我们是欲界的众生，我们是欲界的众生，佛法是对我们说的，那欲界的众生普遍的希望就是幸福美满，幸福美满基本上就是五欲自在，想吃什么就可以吃什么。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啊，那么不少病少恼，这个那么住的地方又安稳啊，周围的人又和善啊，然后自己的身体又健康长寿啊，又失一得一，失十得十，无一之在是我们一般人理想的生活方式啊，所以。先让你离五恶，不堕恶道，那你持五戒，啊，再让你啊进一步，所以真上仙心嘛，啊，那你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好，那告诉你，你无欲自在，要升天，天上的生活很好，那但是要行十善，那么再进一步，看见你哎，慢慢行十善了，有善的，有离善，离恶向善，这个叫离恶向善嘛，你有离恶向善的这种习惯了。啊，心已经慢慢好了，再进一步告诉你，回止五欲为患，五欲有过患，欲为过患，啊，他说欲为灾患，生死为会啊，这个是佛陀说法的次第啊，这个瑜伽长者跟这个悉达多长者啊，那瑜伽长者经跟悉达多长者这个中阿含里面的啊，教化并进里面。啊，都讲到佛的说法的次第，啊，这个所以这个要端正法嘛，然后进一步，第一个先讲这个嘛，要告诉你离五恶，持五戒，然后又告诉你，啊，你怎么样得五欲自在？因为这个是人欲界众生的普遍的共同的希望跟理想。好，那么有没有可能呢？可以，要怎么做呢？持戒之后要布施行善，要行十善，啊。那么之后你做到了，看你的心有更真上的心，就告诉你欲为灾患，生死为会。欲五欲虽然自在是好事，但五欲实在是不可靠啊，不可靠的，生死为会啊，就告诉你这一些啊，是我是就概要说了啊，啊，他那个经还蛮长啊，就是告诉你欲为灾患，回止欲为灾患，这是佛陀喝者了。欲为灾患，那么称叹生死为会啊，称叹就称赞啊，叫回止欲为灾患，生死为会啊。那么称叹啊，出生死啊，那么就是赞叹啊，离欲赞叹啊，离欲清净啊，道品白净啊，就是这个。欲为灾患，生死为会，是他喝者啊，叫做回止。回止欲为灾患，生死为会，就是你要离欲，要出生死，欲就是五欲。那前面告诉你怎么样可以得五欲自在，但是一旦你开始有五欲自在，又告诉你五欲是个过患，欲是障道法，欲为灾患，所有的灾患都是对欲的追逐而来，就我爱嘛。啊，那么因为的欲，因为欲为根本，一切都以欲为根本啊，阿含经里面也这么说啊，一切以欲为根本而有生死，所以欲为灾患，生死为会，那这个就是老病死，这个就是贪嗔痴啊，就这样嘛，就苦恼嘛，那因为这样，所以啊，所以有这个身心在这个世间啊，存大苦运聚集啊，忧悲恼苦，有这种种。所以回止欲为灾患，生死也会，然后称叹什么啊，称叹啊，离欲清净啊，称叹这个离欲的殊胜
你一清净，然后怎么样啊？这个道品白净，就是道，就是出生死的解脱道啊，是殊胜的，是好的啊。称叹啊，我们写在这里啊，称叹离欲啊，泛恨清白啊，离欲清净啊，类似像这样，然后道啊，称叹离欲殊胜啊，离欲什么啊？那么这个称叹这个能够得解脱的界定位啊，那么是非常能够让你真正的离欲清净出生死的。好，那么进一步，你发现到你听得下去了，你有欢喜心了 你堪忍，你听了之后我也可以做到，我堪忍受持这个法，能够修这个法啊，他看见你这样了，就进一步又跟你讲，那怎么样得解脱，怎么样出生死啊？那你看一步一步啊，那么啊，先讲离五恶，持五戒可以离五恶啊，就是持五戒不堕三恶道，离恶相善啊，那么再跟你讲啊，行十善无欲自在可以升天啊，升天可以无欲自在了，行十善啊，升天可以得无欲自在，那无欲自在是我们这个世间人共同的理想生活，所以净土基本上就是依这个而施舍的。你看净土啊，那莲花化身好，然后怎么样啊？然后四一得一，十十得十，然后再加上啊，那么里面有三宝啊，佛法僧二六十中念佛念法念僧，但是还是建构在无欲自在的基础上啊。然后寿命啊，我们最怕的东西，他都给你解决掉了，给你一个理想啊。我们最怕啊，这个老病死，他也不老也不病也不死啊，又没有怨憎会，又没有爱别离。我没有啊，也没有无蕴炽盛的问题啊，无常变化没有，他连万化身啊，啊，然后失一得一，失十得十啊，住的都是宫殿啊，七宝宫殿啊，环境都是七宝宫殿啊，没有大山，没有大雨啊，那么没有大风，没有地震啊，没有大风，但微风啊，啊，没有大雨啊，啊，那么也且没有大海啊，啊，都是湖泊啊，你只有莲花。啊，也没有三恶道众生啊，没有虫，没有蛇啊，没有蚊子，没有蟑螂，没有苍蝇啊，没有这些啊，啊，这是我们的理想世界啊，啊，这个是净土的。那么其他的净土不一定啊，其他净土不一定，各个有施舍啊。不过这种施舍在北俱芦洲里面就看到了，北俱芦洲人间净土啊，但是没有佛法。北俱芦洲是人间净土，它的施舍跟极乐世界差不多。啊，就是七宝啊，像这样的。但是他把北俱芦洲的施舍再怎么样，再升级。第一个比他更好，北俱芦洲的寿命几千岁而已啊，啊，他无量寿，啊，那再升级，他有法，他没有佛法，他有法，他有佛法，北俱芦洲没有佛法，他有佛法啊，所以他就是升级版的嘛。那这个就是人的理想，好，你想去是不是？好，那你要这样做，啊，那这样一样啊，升天，天上实际上是有那个天的啊，那你要去是不是？啊，天上多好多好多好，所以念佛、念法、念僧、念师、念戒、念天，师戒天基本上就是一般众生的，后面也念天了，念天就是什么？行十善，啊，那这个是当时的。那你看佛说法啊，无欲自在之后就告诉你什么？等到你无欲自在，他告诉你无欲是什么？无欲是过患的，欲为灾患，生死为会，啊，那么贪嗔痴跟老病死嘛，好，那他也要看你的反应哦，啊，那你如果你很震惊，啊，你很不能接受，啊，好，那你就五戒十善，你好好修就可以了，啊，等待未来得度因缘，啊，先种一个善根就好。那如果你听了，你有想更进一步的心，堪忍，然后发现你的心有欢喜心，啊，那么堪忍受持这个法，好，啊，你对出生死有兴趣了，你对于解脱有意愿了，好，现在有出离心嘛，所以他就告诉你发出离心了，这个就是发出离心了，
啊，那发出离心要怎么样？因为生死为会，欲为在外，贪嗔痴。那怎么样断贪嗔痴，度老病死？要修八正道啊，所以这告诉你修戒定慧啊，所以再进一步告诉你怎么修戒定慧，苦集灭道，再告诉你苦集灭道的道理。苦集，苦就是生死，集就是欲，欲是生死的根本，就烦恼啊，欲是烦恼的蛋白，苦是生死。老病死，这是苦，一切苦的代表。怨憎会爱悲离求不得，都是从有生死来的，啊。那么集是以烦恼为代表，以贪欲为代表。好，那灭，你要生死为会，你要出生死。然后告诉你什么？道平白净，告诉你什么？啊，八正道啊，解脱怎么得解脱？啊，那你看，它就是这个次第啊。好，我们先把这个讲完了，等一下再下课啊。好，那这个就是三个次第哦，啊，从你无欲不自在，到你无欲自在，从无欲自在再进一步离无欲，让你生死自在，啊，那么大圣不单单是让自己生死自在，还可以怎么样啊？还可以让别人也生死自在，啊，那这里啊会以真实之力，那后来啊后来应该是日本的净土宗的学者啊。他就开始啊，根据这个道理，他说是善导大师说的，其实善导大师应该也没有，可能有这个意思，但是也不是这样讲啊。他说，释迦所以心出世，为说弥陀本愿海，啊，这个就净土中的，啊，他就开始啊讲佛出现在世间，你看讲的不太一样啊，这个是无量寿经的啊，释迦所以心出世，为说弥陀本愿海。释迦佛，你看他讲了那么多，其实这些都是不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要说阿弥陀佛的四十发大愿，这样听起来实在是很奇怪的东西啊！释迦所以心出世，为说弥陀本愿海啊！所以现在还有人在强调啊，好，所有的佛法最重要的就是阿弥陀经，是无量寿经里面的第十八愿。释迦佛在这个世间最核心的目的，就是要说阿弥陀佛的十八愿，让众生都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本来是让众生都可以解脱，后来是让众生都可以成佛，后来变成让众生都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啊，你看啊，这个是慢慢的变了。释迦佛说为什么出现在这个世间？所以其实为说弥陀本愿海。啊，所以就变成啊，这个《无量寿经》里面啊，那么观禅道教啊，欲整群门啊，就让众生真实之力，就让众生到极乐世界。好，我们先下课，等一下再来讲。
我们继续来看。那么这里说到啊，这里说到说佛出现在世间是因为有老病死，所以佛出现在世间。好，那么这个问题我们再稍微来说一下啊。那这里是讲到杂含七六零经的啊，那我们其他的草华经的啊，我们就都刚才讲过，我们就擦掉啊。啊，无量寿经的啊，然后乃至于后来啊，净土宗的啊，净土应该是净土真宗还是净土宗的、啊？日本的净土宗的讲到啊，那么所有的佛法最重要的就是啊，阿弥陀佛的十八愿 啊，就变成佛出现在世间是为了说啊，阿弥陀的十八愿。好，那看到三，我们看到对照来看啊，杂阿含啊，他讲的详细一点。杂含三四六经啊，杂含三四六经。那么他说到啊，类似啊，他说这个世间若无此三法，不可爱，不可意，不可念。不可爱，不可意，不可念。一般习惯都是不可爱、不可意、不可念的，阿含经常用。要写起，我讲不可爱不可。世间若无此三法，不可爱、不可意、不可念者，如来应等等觉。如来应等等觉。我想要写好一点好了。世间若无此三法，不可爱，不可意，不可念者，如来应等正觉，不出于世间。无来，跟前面讲的是一样的，翻译不太一样而已。应等正觉，不出于世间。世间亦不知有，世间亦不知，因为如来不出于世间，那么世间就没有办法知道，如来所说的法，有如来应等正觉，知见说正法律。如来应等正觉的知见啊，他的知见啊所说的正法律啊，这个应该是这样才知见说正法律。好，这是一样的，这个跟这里是一样的啊。但是啊，他这里就写的详细一点，他说那老病死不能理是为什么啊？他开始讲啊，第一个老病死啊，这三有三法。不可爱，不可意，不可念，就是老病死啊，这三法就是老病死啊。那因为有这三法，不可爱，不可意，不可念啊，那么第一个啊，他讲老病死不能离啊，老病死不能离，就是你没有办法离老病死啊。那是为什么啊？如果杂含经来讲，就是无明跟贪爱嘛，无明不断，爱结不尽，那么不能尽苦边嘛，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啊，就是再来写，你要先写这个啊，老病死不能离，你不能离老病死啊，那么是因为什么？贪嗔痴不断，不能离是因为贪嗔痴不断。
这个是果啊，因为因贪嗔痴不断啊，这个是果，这个是因啊。老病死的苦果不能离，不能离苦，是因为贪嗔痴烦恼不断啊。那基本上就是我们讲的苦集灭道嘛。好，那贪嗔痴不能离又是为什么？贪嗔痴不能离，贪嗔痴不能离。你没有办法离贪嗔痴又是为什么啊？贪嗔痴不能断啊，是因为贪嗔痴不断。那贪嗔痴不断是为什么啊？贪嗔痴不能断又是为什么啊？这个也是果啊，这个是果啊，这个是果，这个是因啊，这边是果，这边是因啊。贪嗔痴不能断是因为什么？因为三结不断啊，三结不断，三结不断，三结就是身见戒禁取，因为三结不断的缘故，所以三结是身见戒禁取。那我们说过，要先断戒禁取见啊，要先断戒禁取见啊，这个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啊，主要是身见，身见就是分别我见。分别我见啊，就是根尘识啊，眼耳鼻舌身意对色声香味触法，意识起，意识对境界起分别，起无明相应的分别啊，就分别我见。那么这个身见不能断，身见不能断是因为什么？因为对四谛没有认可，对如实因如实果不知道啊，就是疑。身见要一断，身见一断你就入圣流。但身见不断是因为于四谛有疑，就是疑。我们讲疑，那疑是指于四谛有疑啊。那四谛就是苦集灭道，如是因如是果，苦集这个是苦因，苦就是我们说的老病死，老病死的因啊，就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啊。就中二里面讲业也是这样啊。那么这个灭是灭苦，苦灭道就是灭苦之道，道就是灭苦之道。你对于四谛没有确认啊，那从哪里知道没有确认呢？你生病的时候啊，你持一句咒、两句咒、三句咒、千句咒、百句咒，中阿含多结经跟土地经里面说的，那么想要什么啊？想要灭苦。那可是你受苦又不是因为啊，又是因为你不持咒才受苦的。你的苦因不是，你的苦因不是不持咒你才受这个苦，所以你现在持了咒就把这个你不持咒的因灭掉了，不是啊？所以这个就是不如实知四谛疑啊。这个《土地经》里面、《多戒经》里面，他就这么说的。这我们后面再来讲啊。那么，这个是我们现在很多人的概念啊，那就是修行的概念了，诵经、念佛、持咒、拜忏啊。那么，但是你的苦不是因为你不诵经、不念佛、不拜忏、不持咒来的。那么，如果你诵经、念佛、持咒、拜忏能够灭苦，那是因为你透过诵经、念佛、持咒、拜忏里面，那么明白了道理，稳定了心性，那么灭了，你知道苦在哪里，你心安定，开启智慧，经让你开启智慧啊，这个咒让你心安定啊，那个佛让你有信心，是因为这样啊，你具足了信静念定慧啊，那么你无产生的这种力量灭掉那个苦的。而并不是单单只是啊，这个你念佛，佛来帮你；你念咒，咒的威德力，那么加持你；你念经，经的功德力啊，灌溉你啊，不是这样的，这样是错误的。这个就是你不能解脱的原因，非因即因，非果即果。好，那么你对于四谛有疑，就是有疑，就是不肯定的啊，有疑啊，所以三结嘛，那么。对于四谛不肯定是因为什么？因为你只取错误的观念，叫做戒禁取。
取就是非因，即因非果，即果嘛。啊，那么诵经持咒有感应啊，你就觉得这个就是真理，那个不是，不是感应就是真理，不是的啊。那么就是你对有疑，是因为你只取在错误的点上，所以你一直不能看到正确的道理。因为你一直就好像你生病，你一直只取这个医生所开的药真正可以治你的病，所以真正能治你病的药你就不去吃，你吃的是不能治你药的病。你对那个医生不肯定，你对这个，你对这个实际上给你的药是错的人很肯定，所以你一直吃他的药，你就不会再去吃其他人的药啊。即使吃了其他人的药也是以这个药为主啊。所以那些即使偶尔吃的你不太肯定的，所以你就不能真正能治病啊。所以就戒禁取嘛，戒禁取是这个是对真正的因果，如实知，如实见，如实如是因，如是果。这个是非因即因，非果即果啊，就是苦因，苦因，你现在这个是苦，这个苦因是什么？你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啊。那苦果是怎么灭的？你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那问题就在这里哦，啊，所以他这里讲，你不能断，你贪嗔痴不能断，贪嗔痴只要不断，生死就不能离，就不能得解脱。那佛出世是要离老病死的吗？然后现在他是简单讲啊，有八正道啊，那详细讲啊，你贪生老病死不能离啊，就佛出现在世间跟你说这些法。那我们读这么多法，我们读这些做什么？佛的目的是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些法？要让你得解脱的。那我们刚才讲，它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先让你离三恶道啊，先让你离三恶道。啊，然后再让你出一戒，然后再让你出三戒，啊，基本上是这样的嘛，啊，但是最主要的根本都是要让你出三戒，啊，所以我们闻法的目的、学法的目的、我们修法的目的，都是为了什么？为了离苦，啊，所以佛法是灭苦之道。好，那苦是老病死，老病死要怎么离？一层一层跟你讲，因为你有烦恼，有贪嗔痴，不断，那贪嗔痴要怎么断？要先断三结，所以三结断开始就是什么？薄贪嗔痴。你看，三结一断就是薄，因为你已经知道所有的问题都在贪嗔痴了，都在你的贪嗔痴。你不管诵经、念佛、持咒、拜忏，都是要灭贪嗔痴的。啊，那你不灭贪嗔痴，就想增加戒定慧。戒定慧之所以增加，是因为贪嗔痴减少。他戒定慧就是要灭贪嗔痴的，你都没有，你都不晓得你有什么，什么时候起贪，什么时候起嗔，你都不晓得。这个就是愚痴，有贪不知有贪，有嗔不知有嗔，有贪不知如何灭贪，有嗔不知如何灭嗔。那你怎么样？你要我爱不断巩固我见啊，我见又不断增长我爱啊，无明不断爱结不尽，不尽苦边。这个是佛陀一再反复的说的啊。那我们因为好像不太管这些，这一本经念到底，这一尊佛念到底，你念多少经，你念多少佛，你一天持多少咒，然后拜多少部忏，就讲这个，都没有说我在哪里起烦恼，起了什么烦恼，为什么我要用什么方法来灭烦恼，为什么我灭了什么多少烦恼，你都不想这个的，那你没有办法，你是没有办法得，你是没有办法真正修行得解脱的。佛虽然出现在这个世间，跟你没什么关系。佛虽然说了这个法，对你没什么作用。啊，那这个是我们现在学佛的人要一再一再再确认的东西。啊，那但是我看就是很可惜啊，啊，学佛的人那么多，真正理解佛法的人不太多。啊。好，那么所以你看，正出果之后就薄贪嗔痴啊。你看他为什么他不做其他的事？那哪里在哪里起贪嗔痴啊？我们再慢慢来看啊。这本经还不错，这本经讲的蛮详细的啊，就是它不是就是一个所谓八正道而已啊。那但是八正道详细讲起来也是这样啊，它就是详细的讲贪嗔痴不能断，是因为三结不断。好，
那三劫不断又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能 断三劫呢？三劫不断故、啊、三劫不断，为什么你不能断三劫、啊啊、三劫不断，三劫不断是一个果、啊、那三劫不断、啊、那么是因为不正思维习进邪道，是因为不正思维啊，就是不如理思维了啊，因为你不如理思维。好，那我们就不用一个一个写啊。那不如理不正思维是为什么？是因为你习进邪道啊。它基本上就是不正思维啊，写一起写啊，不正思维啊，习进邪道。啊、就是没有正信，没有正见啊，习进邪道。你所理解的那个方法是错误的，但是你不知道，你所接近的人说的是不正确的，那你不知道。那么你虽然啊，那又有懈怠心啊，又有懈怠心，习进邪道啊，懈怠心又有懈怠啊，心不努力了啊，懈怠心。有懈怠心，好，那么这个又为什么呢？啊，是因为你思念不正知乱心，啊，思念不正知，啊，乱心。好，那么思念不正知乱心又什么呢？因为你调举不利啊，他就讲得很详细，散乱啊，调举啊，不利于啊，没有威仪，没有持戒。啊，不学戒，你虽然想啊，但是你做不到啊，因为你没有学戒啊，那没有控制自己的烦恼。戒其实就是控制自己的烦恼，定是调伏自己的烦恼，慧是断除自己的烦恼啊。那么这个不，这个又为什么呢？这个又因为啊，你不信难教懈怠。他写的比较详细啊，那么这个又因为什么呢？啊，这个又因为啊，这个不欲见圣，不欲闻法，常求人短，啊，不欲见圣，啊，你没有啊啊清净善知识的心，不欲见圣，不欲闻法，啊，那么对于佛法没有好要。常求人短，啊，你不，你没有看见自己的烦恼，常常去啊，看见别人的烦恼啊，那么说人家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啊，但其实你本身烦恼很重啊，你都不知道，啊，常求人短，那么常求人短就为什么啊？他讲到啊，是因为你不恭敬啊，不恭敬这一些贤圣的，那么利讲话啊，他讲不恭敬。啊，因为你没有恭敬心啊，对于法没有恭敬心啊，对于说法的人没有恭敬心啊，不恭敬，然后利语啊，讲话啊，恶口啊，那么嗔恨心，然后习恶之事，那么都是跟着啊，这一些不能有利于你修道的人啊，习恶之事。啊，那这个又是为什么呢？啊，因为你无惭无愧犯意，啊，最后一个，啊，所以最后是无惭无愧跟犯意，啊，因为无惭无愧就起一切烦恼，一切烦恼都跟无惭无愧聚起，一切善法都跟惭跟愧聚起，啊，无惭无愧，啊。那么惭愧其实就是看到自己的烦恼，那么想要有所改变，啊，要提升自己，啊，然后放逸，然后你可以提起，就是你会精进努力，啊，在你有所作为的时候你不作为，那么果报来的时候你就
想要有所作为也作为不了啊。那么其实是这样的啊，就放在这，照最后讲到这里啊。好，那我们可以对照啊，把这个擦掉，我们来对照那个啊《杂阿含经》里面说的，就讲到这个初老病死的这个啊，好，这个把它擦掉好了。就是怎么样初老病死啊？那它基本上啊，《杂阿含》比较有名的是这两部经了啊。但是它简单的讲啊，《杂阿含》这个266经啊，《杂阿含》266经，他说众生无明所盖啊，基本上就是无明贪爱了啊。无明所盖，爱结所系，啊，长夜生死轮回，啊，众生长夜生死轮回，长夜生死轮回，啊，就是老病死，啊，不断的老病死，啊，其实就是生死啊，啊，长夜生死轮回。那么，爱结不断，不尽苦变。要断爱结，要先修犯恨啊。那后面会有讲啊，在这另外一个，它主要是说为什么。啊，这《杂阿含》还有一本啊，也是非常有名啊，《杂阿含294经》啊，讲的是讲说，愚痴无闻凡夫啊，那我们现在有闻啊，闻法啊，那基本上不算是愚痴无闻了啊，那不知道就不会修啊，那你知道错误了，修错误了，那也不能达到目的。所以要知道正见，要正信，要正见。愚痴无闻凡夫啊，他讲愚痴无闻凡夫，无名所缚，爱缘所系啊。他这里是写无名所盖啊，这里写无名所缚啊，覆盖一样啊，爱缘所系啊，然后他是写爱结所系啊，其实一样。爱缘所系，啊，无明所缚，爱缘所系，得此四生，啊，才有这个生死生啊，有四之生，这个四生就是有四之生，啊，得此四生，啊，彼无明不断，爱缘不尽。如果他没有断无明跟贪爱的话，身坏命中，凡夫受生。这个身啊，就是跟家里讲的一样啊，身坏，这个身体啊坏掉了，死了啊，命寿命尽了，凡夫受生，还会再投胎啊，然后再去轮回，再有一个生死身，再受这样的有事之身啊，生死身。啊，所以讲啊，那么还受生故，因为还受还受生故，因为还受这个有事之身，就是生死身啊，还受生故，不得解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啊，不得解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这个是比较简要的说法啊。
一般比较普遍的说法就是什么啊？普遍的说法就是缘起啊，缘无明有行啊，就是无明行事名色，缘无明有行，缘行有事，缘事有名色啊，我们就不写了啊。事名色六路啊，触受爱取有，那有就有什么？生老病死、忧悲劳苦、生老死啊，有就有生，生就有老死啊，然后就有忧悲劳苦，存大苦运聚集啊，这个是从缘起来说的啊。那它分三个阶段，这个无明行事啊，是生死的根本，轮回的根本，生死轮回的根本，轮回生死。是这个就是有事之身啊，这个就是无运有事之身，所以无明行事是生死的根本啊。那四名色六路处，四名色六路处，这个是起烦恼的根本啊。处受到这里，四名色六路处受啊，这个是处境细心，这个是轮回生死，这个是生死的根本，这个是处境细心，这个心促进细心，啊，这个心看你有修没修，在哪里修？在这里修，六路，在这个处受这里，啊，苦，受苦，乐，啊，进一步在这里修，啊，这里起贪，你还有烦恼的时候起嗔，起嗔，这个起贪，那这个处。有明跟无明，啊，你多闻多闻跟无闻啊，就有明跟无明，啊，那么你明相应处，在如果你是明相应有智慧的，你在起嗔的时候起贪的时候，知有嗔知有嗔，有嗔知有嗔，啊，那么有贪知有贪，啊，就是我们写这样啊，就有嗔知有嗔。啊，就是烦恼起来了，你马上就觉察，有贪知有贪，知道是什么烦恼。啊，它基本上是这样的，就是怎么离老病死啊，有贪知有贪啊。那么起了贪，起了嗔，就开始对治贪，对治嗔，啊，未患理啊，所以叫做即灭未患理嘛。你畏于贪，畏于嗔，有烦恼。有烦恼，知有烦恼，知有烦恼之后怎么样？思维其过患啊，所以佛陀讲欲为过患啊，思维其过患，烦恼的过患啊。那么怎么样？发出离心，能够远离什么样？什么远离？用八正道远离，就是开始这样写，在这里啊，先觉察啊，那你就是明，那你不觉察啊，就开始起贪嗔痴了。你不觉察就是苦受，你就起嗔；乐受你就起贪。那烦恼就推动身口，就在这里啊。就缘起在这里啊，你在受就起贪，嗔就起受，然后就起贪爱啊，贪爱就执取，然后又造就业，然后又有生死啊，然后又有生死，那生死又产生苦恼，就这样。那如果没有呢？如果没有，你就在这个处上面对境界的时候，六根面对六尘境界的时候，你这个苦受乐受的时候，你有贪即有贪，有嗔即有嗔，那无贪之无贪，无嗔之无嗔。有贪有嗔，就看怎么离贪，怎么离嗔啊！但是因为你有多闻嘛，所以你知道怎么离贪。佛怎么教离贪，怎么教离嗔啊？那如果没有贪没有嗔呢？那就知道怎么样保持，让内心清净，没有贪没有嗔，就这样啊。所以烦恼来了，那么就对治烦恼；没有烦恼，就保持清净啊。那就这样，那这个就没有爱，没有爱，没有取，没有有啊，就爱结尽，就在这里尽。基本上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这个是从缘起上啊，所以这里讲啊，爱起爱缘不尽，因为缘这个爱有这个取啊，缘这个受有这个贪爱啊，基本上是这样啊，这里是爱结所系啊，就在这里，所以这里叫做什么？这里叫做生死的根本，生死根本从哪里来？从促进细心，你促进细心的时候，
凡夫圣者都一样，但是在于你有觉察没有觉察，名相应跟无名相应在这里，那之后就会产生爱取有啊。那么爱取有，凡夫跟圣者，圣者也有爱，但是他不取啊，那么不会执取、坚住、渴求，不会啊。那么渐渐就薄贪嗔痴，他也有贪嗔痴啊，但是他薄贪嗔痴，不取，不取就不有啊。那凡夫就不断增长贪嗔痴，在贪嗔痴境界中又增长贪嗔痴啊。那么圣者或是有学的，是就是说多闻有智慧的，在贪嗔痴中灭贪嗔痴、薄贪嗔痴、断贪嗔痴，就是觉察、控制、调伏、断除、超越，就这样啊。所以这个是从如果从缘起的角度看啊，然后简单讲，再详细讲，再更详细讲啊，就讲得更多了啊，大概是这样啊。那所以这个叫做什么？这个爱取有到这里。这里叫做逐物流转啊，这里是啊，那到这里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啊，这五支叫做逐物流转，追逐境界，那么就不断起烦恼造恶业受苦，受苦又起烦恼造惑业苦啊，追逐的境界啊，就是这些，那么开始生死流转。那么又回到啊生死流转，流转生死的根本，轮回流转，啊，生死流转，又回到生死流转，又开始啊就不断，所以叫做有因有缘，有因有缘世间起，世间就是五蕴世间、生死世间、有情世间嘛，啊，基本上是这样子的。好啊，就是从佛法里面讲到啊这个老病死。啊，就跟大家讲的详细一点点了、啊。好，那现在他讲啊，就像经中里面讲的，没有老病死啊，佛则不出现于世间啊。那主要就是啊，这里引用的是七六零经啊，但三四六经也是这么说啊啊，大家可以把它稍微注解啊一样。好，所以啊，他讲多病人应有多药师。佛是大医王啊，那众生是病人，所以十方世界都有众生，怎么可能只有这个世界有佛呢？老实讲，这样也说不太过去。十方世界都有众生，但是只有这个世界有佛啊，就是就像说我们说有没有外星人，那么多世界里面，不可能，不太可能，只有这个地球有众生，那是不可能的，这怎么想都不太。啊，那么世界地球在银河系中只是一粒沙，银河系在宇宙中甚至连一粒沙都不是，非常大啊！整个银河系哦，整个银河系啊，那么在这个宇宙中根本连一粒沙都不算啊，太小了，太小了啊！那么地球在银河系中只是一粒沙啊。所以你如果看，因为现在天文学比较发达，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宇宙的这些，就是可观，我们叫做可观测宇宙了，就是人类现有的科技能够看得到的宇宙范围了啊。那还有看不到的还是更多，但是可观测的银河系都不是一粒沙啊。所以佛法里面讲恒河沙，那确实是很有道理的啊，恒河沙世界。好。那这里说啊，所以这个逻辑是对的啊，就是说那么多世界，怎么可能这个世界有众生？因为佛为什么要存在这个世界？因为有老病死。那么所有的众生，十方世界只要是众生，都有老病死，有生必有死啊。那么怎么可能只有这个世界有佛？那佛出现在世间，是因为这个世间有老病死。那哪一个世界没有老病死？都有啊。所以那么那一个他方世界怎么可能没有佛呢？所以有十方佛的理论是正确的啊。就好像怎么可能只有这个地球有生命呢？啊，不可能嘛。而且生命的形态也不可能是可见的啊，有一些色无色界的众生你也不一定见得到 啊，他也不一定是胎神啊，
不一定是卵生的，有些是化生的啊。那么所以基本上啊，那么从这个角度去看啊，那你不太可能说啊，这个只有这个世界有佛啊啊，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有十方佛啊，那么而且时间那么长啊，那么怎么可能只有一百尊呢？那一百尊以佛时间也很长啊，那怎么只有那一百尊呢？啊，那这个弥勒佛之后只有这里讲的只有五百尊，那怎么可能只有五百尊呢？因为弥勒佛之后无尽的世界，那个都没有佛了，从五百佛之后都没有佛了，那也不可能啊。那一百佛之前都没有佛了，那也不可能，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三世十方佛的概念是合理的啊，真的，你这样想，其实三世十方佛的概念是合理的。好，所以啊，他说汝等声闻法啊，那么我们说声闻其实就是佛弟子了啊，闻佛音声的。后来这个声闻比较倾向于就是啊，因为大圣出来讲菩萨之后，菩萨声闻的概念就不一样了。其实真正来讲，菩萨也是声闻，闻佛音声啊，就是闻佛说法的都叫做声闻啊。但是后来的声闻就比较倾向于就是部派学者啊，这佛弟子部派学者，其实菩萨也是佛弟子啊。那所有的佛弟子基本上都可以叫做声闻弟子，如果从声闻这个意义来说了。但是后来的声闻就稍微做改变了，就是声闻弟子啊，佛的这个不佛的弟子，佛的出家弟子，菩萨基本上很多是指在家弟子。那后来菩萨也不是一定是在家弟子啊，那早期是这样哦啊。那现在声闻有一点就是在大圣里面讲的声闻，其实就是部派的学者啊，部派的学者啊，求解脱的啊，长阿含中毗沙门天王以祭白佛啊。你说好，你说你们部派里面啊没有十方佛，我现在告诉你，部派里面也有十方佛，在哪里呢？阿含经是部派的经典嘛，长阿含、真一阿含啊，那么杂阿含、中阿含啊，那以祭白佛里面就有写，其所去来现在诸佛，亦复归命释迦闻佛啊。那么也一样有，一样有啊，怎么会没有呢？啊，他说这个在卷九还会再讲一次啊，看那个注解174啊，那我们就不多说啊，就开再来看。他说这个经里面讲过去现在诸佛啊，那么言起手啊，就顶礼啊，顶礼三世佛，十方释迦牟尼佛言归命，以此故知啊，那么有余否啊？那若无余国佛，何以故起首三世佛，后别归命释迦牟尼佛啊，就皈依了啊，跟着释迦牟尼佛学习了。此王未离欲，这毗沙门天王啊，还没有离欲啊，那就不是圣者了。离欲的才是圣者啊，离欲清净的啊，还是圣者。那么也还没离欲。那一般来讲，圣者也有些没有离欲的。圣者是像出国恶国也没有离，我们说的欲是五欲啊，就是欲贪。那么真正要离欲贪，三果才离欲贪，三果才离欲贪啊，这真正的断除了。但是一般来说，你有禅定你就离欲了，你就是有定你就离欲清净了啊。那但是他这个不是真正的断尽，还没有啊。那么禅定就调伏这个无欲了啊，他不会染着无欲，但是根本还没断啊，基本上是这样。那根本的欲断除这个欲啊，那欲指欲贪的话就是三果。那么色贪无色贪，理论上来讲也是欲啊。那欲贪贪爱就是欲嘛啊，但这里主要指的应该就是无欲了啊。那么在释迦文尼所得到啊，就释迦佛的这个地方得到敬爱心众啊，那么所以啊，这个归命于佛所执其手啊，就直接顶礼。好，那么这个是龙树
在跟这个部派里面讨论，他就问，问曰，就部派的声闻学者这样说了：一个世间没有一时有两尊佛出，也不得一时有转轮王出，以是故不应现在有余佛。他说每一个世界里面，就是不可能有两尊佛。那么他说的是现在，比如说现在就归命释迦牟尼佛，那么过去未来的，就顶礼，那么现在也有，他现在佛，现在还有其他的佛啊，所以他说三世佛啊，过去现在未来啊，那释迦佛也是现在啊，那龙树的那个时代释迦佛已经成为过去了，龙树那个时代释迦佛已经成为过去了，因为他已经入涅槃了嘛，所以那么皈依释迦牟尼佛啊，但是过去现在未来都有佛啊，都有佛啊，所以怎么会没有？那佛在哪里呢？当然在他方世界啊。所以他说佛亲口说，口说就是佛亲口说，世间没有同时有两尊佛，一时就同时有两尊佛出世，也不会同时有转，有两个转轮王，转轮王就是统管这个世界的王啊。那么一个世界只有一个人统管，就像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有两个国王嘛，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有两个国王，两个皇帝啊，那不可能啊，就是一个啊。那以是故不应现在有余佛啊，那因为这个世界已经有释迦牟尼佛了，不应该同时有其他佛啊。那龙树说，虽然有这么说，但是这样说是有没有错，但是并不是你说的这个意思啊，说汝不解其意，你误会了啊。那他有这样说，但不是你现在这个意思。为什么呢？佛说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没有一时两尊佛出，一个佛的化区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那我们如果仔细的跟他想啊，一个大千世界大概就是一个银河系啊，一个世界是一个太阳系嘛，有一个太阳，有一个月亮，就是主要是这样，所以这个叫做一个小世界啊。那一个小世界就是我们的太阳系嘛，那么一千个小世界叫做小千世界啊，一千个小千世界叫做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叫做一个大千世界，所以加起来大概就是那基本上这样给他看起来了啊，那么就是大概是一个银河系啊，一个大千世界大概一个银河系啊，那大概有这样啊。那因为我们这个太阳系像在银河系里面像太阳系这样的构造，大概就是有几千、三千、两千亿到四千亿，好像蛮多的啊。那所以大概是一个银河系是一个大千世界。好，他说并不是说十方世界，他是说一个大千世界啊，不会同时有两尊佛。那释迦佛虽然灭了，但释迦佛的法还在啊，所以他还是在释迦佛的范围里面啊。所以他说讲的是一个大千世界，不是十方世界。这个世界有多少大千世界啊？恒河沙的大千世界啊！所以如是天下世界中无一时二转轮王出啊，此大福德人无怨敌共事故，以是故是天下有一个转轮圣王啊，就是是天下啊，就东西南北四大洲里面啊，那么就一个转轮圣王，但并不是说只有现在只有这一个转轮圣王。他方世界也有转轮圣王一样有很多天也有很多天王他方世界的天王也有佛亦如是你单单放天王就好，放天王有几十亿个因为有那么多的世界都有放天王所以于三千大千世界中无二佛出，佛即转轮圣王，今说一种，如何以信于四天下还有其他的转轮圣王，而不信于三千大千世界更有佛你看那么就像转轮圣王一样，转轮圣王不是只有这个世界，他方世界都有那么转轮圣王也是一个世界只有一个
啊，一个大千世界，一个大千世界，这是一个小世界哦，一个小世界有一个转轮圣王，啊，但是一个大千世界，啊，那么一个大千世界只有一尊佛，那么有很多的大千世界啊，就好像有很多的小世界一样啊，那么你相信，你相信啊，一个这个一个世界只有一个转轮圣王，怎么会不相信啊？那么其他的大千世界中有佛呢？啊，三千大千就是一个大千哦，我们不要误会有三千个大千，不是哦，三千大千就是一个大千，啊，就好像六群比丘不是有六群哦，就一群，一群六个人哦，那一个大千有三个，就是小千、中千、大千形成的，啊，那类似像这样的，比如说十万亿佛土，啊，十万为一亿，不是有十万个亿啊，是十万是一亿，所以亿是形容这个十万的，通常是这样。然后再翻过来啊，130页。好，一佛应度一切众生，还有啊，那一个一个讲嘛。一佛不能度一切众生，若一佛能度一切众生者，可不须于佛。但一佛出如诸于法，度可度众生已，就灭尽，如烛尽火灭，有为法无常性空故啊。那么就是有为法无常性空故，以是故现在应更有于佛啊，所以一佛不能度一切众生。那么通常佛多发尽度尽众生方正菩提的愿，要度一切众生啊，若能生、若胎生、若智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那么这些有色道、非想、非有想、非无想，就是众生的分类。其实所有的佛都发众生无边誓愿度的愿，所有的佛都菩萨都发这个愿了，但是实际上啊没有办法度尽一切众生，所以佛度众生的方式啊，它基本上是要看众生的因缘善根有没有成熟，众生的善根有没有成熟，我们能不能成佛，能不能解脱，也是要看我们的善根有没有成熟啊。那佛度众生基本上啊，像《瑜伽经》里面说的，他为什么要入涅槃？因为他已经度尽一切众生了，所以他要入涅槃。那么众生分三种，有善根的，没有善根的，有善根的你又分善根成熟、善根不成熟啊。我稍微写一下再下课，通常是这样。啊，那么佛度众生发愿是发度一切众生，但他度众生，他基本上要看善根，众生的善根，主要是以众生的善根，啊，成熟不成熟，啊，就是有善根无善根的，有善根，啊，有善根，无善根，有善根。无善根啊，就只分这两类啊。那我们说善根是什么？善根就是无贪、无嗔、无痴啊，两个，一个是三善根，叫做无贪、无嗔、无痴，就是有智慧没智慧了啊，多闻、多闻不多闻啊，那么有如理思维没有如理思维，无贪、无嗔、无痴啊，把这个讲一下再下课。无贪无嗔无痴啊，另外一种啊，就是五根信净念定慧啊。那这个慧啊，基本上就是啊，接下来这里的，然后定可以慧啊，信净念好。那么无善根。那么有善根的又分，有善根的又分，分两个，啊，成熟不成熟，啊，不成熟，熟跟不熟，成熟跟不成熟。那么佛度众生是没有善根的，啊，令众善根，那这个未来得度，未来。未来得度，
但未来善根成熟的时候得度，他必得要善根成熟才能得度，善根不成熟还是不得度，未来善根成熟时得度。但是善根要成熟要先有善根啊，然后渐渐增长，渐渐增长，渐渐成熟，未来善根成熟时得度。好，那么已经成熟的啊，即得度，佛去度他啊，即得度。那不成熟的呢，令成熟。所以我们修行菩萨道，就是庄严国土，成熟善根，成熟众生的善根。一方面成熟众生解脱的善根，那么一方面成熟我们自己成佛的善根，其实是这样啊，菩萨道是这样的啊，令成熟。那你不断在度众生的当下，不断让众生善根成熟，那么你这个过程就是让自己成佛的善根成熟啊。所以通常啊，佛度众生，佛不能度无缘众生啊，不能度尽一切众生啊，不能度无缘的众生，不能灭定业，三不能嘛，啊，三不能啊，佛不是无所不能的 啊，那么不能度无缘的众生。不能度无缘，无缘不能得度啊。那么善根不成熟也不能得度啊，也不能度尽一切众生啊。那所以他发愿是要发度一切众生的心哦，啊，不能度尽一切众生。那不能度尽一切众生，是因为一切众生里面有善根不成熟的，有没有善根的，所以他没办法啊，不能度尽一切众生。啊，然后第三个，即使这个世界的，从这个世界讲，单单在这个世界而已，还不是其他的一切世界，其他世界更不可能了啊，都没有因缘去度他啊，其他世界跟这个世界没缘了，跟佛没缘了，跟释迦佛没缘了啊，这个世界来这个世界都是可以一遇见释迦佛，都跟释迦佛有缘的啊，那不能灭定业啊，那现在我们啊，不管什么啊，就是业已经决定。啊，决定要受报的业，佛也没有办法改变他，他就是要受，啊，但是还没决定受报，佛可以去引导他，啊，让他不再继续造作业，让他的业不成熟，啊，因为业恶业成熟就要受恶报，善业成熟就要受善报，这个佛也没办法改变啊，那所以啊，基本上有善根无善根，啊，最主要的那这里说到，啊。这里说到啊，这个其他的世界也有佛啊，说到这个一佛不能度一切众生啊，那么如果一佛就能度一切众生，那就不需要其他的佛了啊，那么佛只度可度的众生，那可度的众生已经度完了，他其他的他即使存在也度不了，所以如逐尽火灭啊，所以因为这样，那其他的地方也有其他的佛在度众生啊，所以更有余佛啊。那么，所以那另外一个众生无量啊，有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苦也是无量，有老病死的众生非常多，所以应该有大心的菩萨，就是摩诃萨出现。那么，既然有摩诃萨、菩萨、摩诃萨、摩菩萨、摩诃萨，未来会成佛啊，那么。既然有那么多的菩萨摩诃萨，那么应该就有那么多的佛啊，其实是这样的，所以也应该有无量佛出世度众生啊。那这个道理是说的，是这样讲是合理的啊，我们这样来想也是合理的啊。好，那所以你就声闻说，你就规定啊，就多少佛在有什么时候有佛，什么时候有佛出世啊，那过了这个就没有佛，那佛啊，就在这个地方就只有一尊佛，那其他地方也都没有佛，那这个是讲起来不太合理。那么多菩萨，佛是因为菩萨成佛的，菩萨是因佛是果嘛，那有那么多菩萨怎么可能只有一尊佛，有那么多菩萨都在行菩萨道，怎么可能只有一尊佛成佛啊？那因为菩萨要成佛也是成熟啊，他修到底，就好像你要解脱，这么多人都在修解脱道，怎么照时间
那他先解脱完了，过了多久才可以有一个人解脱？没有，因缘成熟就解脱啊，又不是照排队的，又不是照抽签的啊，所以怎么可能只有一个人可以证阿罗汉呢？啊，所以类似像这样啊，那么多证出国、二国、三国的。啊，那怎么可能只有一尊阿罗汉？那么多菩萨摩诃萨，怎么可能只有一尊佛在一个地方啊？不太可能。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好，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